我觉得不好吃。是哦。大学的时候我就吃过内湖那家，东湖那家的，不好吃。以我对面食的标准，因为我对面食标准蛮高的，不好吃。我打算这个过年去回家以后吃一间饺子。之前那个什么，那个泡脚汤介绍的，哦，听说一个睡觉要12块，多胖他们呢？都大排长龙，在嘉义，就12块，还好。对，然后真的要吃的话还好。